大家晚安，我是吴界。那今天呢，要继续来实况学员帅哥啊。那今天呢，应该可以直接玩到破关了。我们就来看看跟美健学长是不是有什么美好的结局吧。哦，美健学长马上就出来了。頑張ってるな。その様子だと次のサッカー部キャプテンはお前で決まりだな。安心して引退できるぜ。学长要引退了。あ、俺たち3年は今月いっぱいで引退だよ。お前がいたおかげで楽しかったよ。ありがとうな。我们都还没一起参加什么县大赛耶。这样子啊，学长再过一阵子就要离开了呢。在学长离开之前，我要把我的思念传达给他哦。但是该怎么做才好呢？哟，今日も練習頑張ろうぜ。那个学长，我有话想要跟你说。俺のことが好きだって。我什么都还没讲啊。对啊，我什么都还没说啊。ずっと前から分かってたぜ。愛のパワーは偉大だからな。お前の目からすべてが伝わってきたんだ。オーラってやつだよ。初めて会った時からお前にはただならぬ何かを感じていた。並外れたサッカーの才能、無限の可能性、そしてその優しさ。五月頃には俺はお前の虜になっていた。五月不是才第二个月的时候吗？好きだ。学长啊，从五月的时候就已经很喜欢了。早知道我就早一点跟他说了。但是呢，我感觉非常的幸福哦。美健学长他接受了我的爱，非常开心哦。sexy しようぜ。不用注视，不用注视，太直球了吧？哈，太快了！但是，是BL游戏，这个也没办法嘛。好，我知道了。虽然我点上面呢，应该是会被黄标啊。来吧。そうか、嬉しいよ。じゃあ早速始めようぜ。ここで。就在这里？不是吧？其他社员呢？哦，太好了，这样我不会被黄标了。わかるか？二人を伝う熱い心、これがセクシーだ。啊，怎么看起来像是在打架呢？哦，太厉害了，简直就像漂浮在无限的宇宙中啊！这就是 sexy 吗？我回来了。おかえり。あれ、お兄ちゃん何か雰囲気変わった？有吗？有吗？いつもとオーラが違う。何かツヤツヤしてるし。そっか、お兄ちゃんついに三剣さんと結ばれちゃったんだね。这妹妹是有阴阳眼还是有什么特殊能力？是看到什么东西啊？这怎么可能嘛？没有这回事啊！隠さなくてもいいの、分かってるんだから。お兄ちゃん、おめでとう。末永くお幸せに。哈，结合了吗？这样子吗？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那个实感哦。但是呢。我已经对美健学长把我的想念给传达了。我实在是没有想过会有这样的一天哦。接下来呢，虽然还是会有点不安，但是我觉得非常的幸福哦。哇，今天的练习也结束了。怎么了？学长，学长怎么又生气了？大福は星あんだっつってんだろうが。不要为这种东西生气好不好？不要为这种事情生气好不好？学长，学长，请你冷静下来。学长，赶快冷静，冷静，冷静。許さない。スバン信者は俺が一人残らず抹殺してやる。哇，学长在生气了。今天学长非常的愤怒哦。
嗯，如果明天他好了就好了。哎、啊、你没有去劝架吗？你是唯一可以劝得住他的吧？啊不对，应该是我哈，我怎么没有去劝架呢？真是的。啊，放学了。校长室，嗯，应该不用去校长室吧？我们直接去社团。站在社团教室前的时候，我突然感受到非常强烈的不安哦。这个扇门打开之后，感觉好像会发生什么很可怕的事情。到底要不要开这扇门呢？这个时候呢，我从门的对面就听到了，哇，这什么声音啊？啊，是从社员教室里面传来的。到底发生什么事啊？哇！突然跑出可怕的音乐啊！学长发现到这里了，学长。つぶあんしね、つぶあんしね。不要为这种事情杀人啊，学长。啊，跑掉了。啊，我已经快不行了。啊，部员 A 先生，我现在赶快叫那个救护车。楚原，能阻止他的就只有你了，你赶快去阻止他呀！啊，学长到底跑去哪里了呢？学校也开始发出悲鸣哦。喂，不是吧，学长？这个游戏怎么变掉了？校园整个化成血海了。大家的胸口呢都被深深的刺过，他已经变成红豆线神经病了，现在在无差别的攻击哦，他已经跑到街上去了，谁啊？谁赶快去阻止他？啊，太惨了，我必须要赶快做些什么。学长太可怕了吧？学长到底去哪里了呢？学长。找不到，哎，等下你的学长这样应该会被警察抓走吧？学长已经跑到很远的地方了吗？怎么都找不到呢？那么的爱我的学长，居然会因为红豆线变成了杀人鬼哦？难道没有我可以帮忙的事情吗？这里是去年夏天，我和学长跳舞到早上的公园，真是令人怀念。你们也跳舞到早上？啊，那个人影该不会是学长？哈，我觉得这张图会让我被黄标。啊，终于找到学长了，但他好像别人一样充满着狂气哦，简直就像化成了杀人鬼。哟，嗯，お前もつぶあん信者なんだろ？かかってこいよ。かかってこいよ。かかってこいよ。学长不是吧？那个眼神已经不是我认识的学长了。好，我决定我要和学长交战哦。什么东西？学长过来了，我应该往哪边闪呢？右左，要往哪边啊？往左边闪，至少不会被插到心脏吧？左边。这游戏有 game over 了？不是吧？我怎么没听说有这回事啊？怎么办？ここでセーブするか。我在这记录个屁啊！算了，我还是记录一下好了。那我是不是要再重新玩到刚才那个选项那里啊？懲りずにまたプレイしてくれよな。等一下，所以我就是啊，没了，也没有什么 bad ending 哦，还是刚才那个遗照就已经是我的 bad ending 了。好，这次我们要知道的是往右边闪。好，我们又回到这一幕了。那这次呢，我们就往右边闪吧。哦，闪过了。
哦，又过来了，我要往哪边闪呢？这是左边了吧？这是应该要左边了吧？他换另外一个角度攻过来了。不是吧？不是吧？不是吧？好，我们又回来了。天哪！所以我们就是不能往左边闪，右。好，闪过了。第二次呢，也是往右。有两个选项哦。第一个选项是攻击他的肚子上腹部的位置哦。那第二个呢是劝说，我觉得可能很难劝说了，我们就直接攻击他吧。攻击 ，Nice hit， 该怎么办？我要再给他最后一击吗？学长又过来了，怎么办？我又要再闪一次吗？我们刚才都选，哇，天哪，这要闪好多次哦！这次我们闪右边好了，一样右边。太难了吧，太难了吧！我要在这里死几次啊？ここです。好，我们又回来了。这个画面大家要看几次？好，我们记得这次是先右边，然后再来还是右边，然后他会快跌倒的样子、哦。那这次我们干脆来试一下，劝说一下好了，虽然他听得进去了。学长，不要再做这种事情了。你忘记了我们在足球社的回忆了吗？现在也不迟啊，跟我们的青春赶快重新来过吧。不行了，就选那个劝说也是直接死掉。我的天哪！我不知道大家还要看这个画面看几次啊。梅镇学长太强了，赶快趁现在先攻击他。好，然后他一定又过来了，然后赶快再这次是闪左边嘛，不会又来一次吧？这次一样有惨叫声，可是没有 game over。我觉得我的意识慢慢的感觉到模糊了。我要在这边死掉了吗？我那么喜欢的学长，这种事情，诶，我到底怎么了？我不是被学长的下巴刺到死掉了吗？难道这里是天国？哦，気がついたか？哦，怎么了？学长把我送来医院吗？学长，おっと起き上がるんじゃない？ここは病院だ。啊，你没被警察抓走吗？三日間も意識がなかったんだ。しばらく安静にしてた方がいい。好、啊。学长，我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呢？すべてを話すと長くなるが、お前は俺の顎に刺されて三日間生死の境をさまよったんだ。啊，那你没事吗？あの時の俺に理性はなかった。つぶあんをこの世から撲滅したい。それしか考えられない闇の支配者と化していた。学长其实，也是很中二，没有输给圣无君呢、哦。だけどお前にとどめを刺そうとした瞬間、奇跡が起こったんだ。お前の叫びとともに、俺の顎が光り輝いて、俺の心を浄化してくれた。我真想看你的下巴是怎么发光的。人間だった頃の記憶が蘇り、突然我を取り戻した。そして自分のしていたことが信じられなくなったよ。はあ。お前のスピリチュアルパワーが本来の俺を呼び起こしてくれたんだ。お前がいなければ、あのまま地球は破滅していただろう。お前は地球を救ったんだよ。最好是啦，有发生这样的事情呢、啊。それまでの俺は粒の信条は残らず抹殺すべきとか信じていたけど、お前に救われた今なら言える。人それぞれだよねって。你能了解真是太好了。俺を救えるのは世界中でお前だけだったんだ。さすが俺の愛した男なだけあるぜ。本当に感謝してるよ。ありがとう。嗯，学长，结婚吧。第二个不要吧。第二个只会再引发一次战争吧，不要选第二个吧，我们就结婚吧。啊，その言葉を待ってたよ。お前が元気になったらすぐさま披露宴だ。喜んでお前の花嫁になるぜ。哈。怎么跟我想的不一样？所以我破关了吗？
然后在数天后我们就举办了婚礼哦。回想起来，我救了学长，那个事件呢给了我求婚的勇气哦。就算是现在我也非常感谢那一天的事件哦。等下你学长没有被警察抓吗？那个事件将我们两人结合在一起，这样子想起来，这样想的话呢，那个像地狱般的事件也是一个好事啊。我们其实有很多，但是这次终于结合了。哈哈哈哈哈哈。おめでとう。はあ。おめでとう。おめでとう。你怎么换了一个画风了？おめでとう。我以为要玩到三月才会破关了，想不到一月就破了。谢谢。这是有隐藏码吗？大家谢谢。也希望大家的人生都很幸福哦。哦，破关了吗？破关了哎！我以为要玩到三月，结果一月就没了。哇哦！但是我原本也在担心了，怎么一月的故事这么长，我又重玩了好几次哦。原本想说，如果真的要玩到三月的话，这一集应该要剪很长哦。看来是，反正要担心会不会时间太短了。这边有着美健学长的各种 CG 图，自己讲的都有点心虚哦。这个用下巴刺人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而且学长杀了那么多人，居然完全没有被警察抓走。果然长得帅呢，可能在这方面也是比较吃香哦。我在乱讲。好啦，哦，我还要按掉啊，好吧。1D5，哦，我拿到1D5了。今の喜びをみんなに伝えるか。哦，这是怎样？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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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真的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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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レビューするか。哦，好好，这个可以，这个可以。Happy end、おめでとう。好，啦，就结束啦。这个学员帅哥跟美健学长的Happy ending 哦，算是成功攻略到了。虽然我觉得那个结局有点闹啊，美健学长突然换了一个人变成杀人魔这样子。好啦，那我们今天就玩到这边啦。那如果要再玩第二轮的话，大家有没有特别想要看攻略哪一个角色呢？另外还有四个角色嘛，那个西园寺老师，然后早乙女拓也，然后志贺圣吾，还有一个是近莲儿。如果大家有特别想要看哪一个角色的故事的话，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。那我看哪个留言比较多，也许我下一次可以再来攻略一下另外一个角色。好，那今天实况就到这边了，感谢大家收看哦。那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